近日，有位网友深夜发文，他说深夜 emo 了。他在小红书看到一则消息，梦中的那片海拍戏当天，因为拍肖战的人太多，导致肖战下班的时候不得已从另一条门离开，但是那边的冰很薄，是走不了人的，没有办法，为了躲开代拍的主播，不安全也要走了。梦中的那片海刚开机没有多久，就有很多网友在网上晒出了路透图，有肖战的军大衣造型，还有李沁、刘瑞麟等演员的剧照图，有些博主甚至打着期待肖战表现，祝肖战拍戏顺利的旗号大再次宣传。拍摄的路透图被公开，受伤的当然就是剧组以及演员了，如果剧透严重的话，有可能导致要重拍，整个剧情都要重新构建，会严重拖累拍摄进度，降低大家的期待的。代拍有着很长的利益链条，首先这些主播或者代拍会收到几分的钱，一个是上家给开的工资，另一个则是直播的打赏，还有直播带货收益，还有这些图片会买个其他小主播，正经的赚钱咱们自然也不会说啥，但是这是在窥探艺人隐私，是见不得光的不义之财，是必须要去抵制的，这种风气一定要抵制。虽然2022年的肖战顺风顺水，影视资源都好得一塌糊涂，但是这种代拍行为会严重影响肖战的声誉，所以一些粉丝不要因为自己的窥伺欲而影响到肖战的前程，回头是岸，加入抵制主播路透的行列来吧。